对球队来讲是会有一些这个改进改善的一个地方。看一下，把球抱在胸口。对对，前面四局打完之后，本来还是领先的韩国，那投手的一个压制内容很好。今天整个赛前的准备也好，还有我觉得有观察到，就是比如说像这样的美记，陆善之先把投手，对，陆善业表现相当的精彩，前面是完全封锁住澳洲队的进攻，加上在关键的四局下半，和韩国队的捕手李玉瑞在蛮累的情况下敲出了41。这一棒把球打成了这里方向的滚地，二垒手接球做传给游击，完成了封这金牌。